就是他要去买衣服啊，待在过马路。住的这个地方就比较可难啊，我们没有换室内拖。啊，他刚帮你搬那个室check in 之后出来要去买衣服，要去买衣服哦，中枪，就是他要去买衣服哦。然后他刚刚还故意把吃的薯条然后用在这个上面，就是连外套也要买哦，我是在讲给他老公听的。他们很恶心，衣服外套都还没穿上去，这边说好好看。刚刚谁说要买衣服？都是绿的装，不是男的要买的，全部都是因为他。你看是谁在试啊？哎、欸，你黑色哦，你要试黑色是不是？来吃新潮饭店了，刚刚都在逛街，所以就没有时间拍。是白斩鸡吧？白斩鸡吗？有白斩鸡，有上白上了，有。我这个就是谁来的？恭喜来这一个头哎！这个已经没头了。你不要再把东西挖肚子。怎样？你需要一个舞台吗？很少会带我们来这个屋顶，台北的屋顶，台北看夜景的地方。看看这里多美！耶！多高？哎、欸，是不是太亮了？太亮了吗？
鸟人创意旅店，然后旁边有一间叫汤展的火锅，所以我们现在走路来吃。昨天真的大喝醉，所以不是大喝醉，就是今天宿醉很不舒服，所以就完全没有心情拍片。就到了之后就去国家戏剧歌剧院，然后去完之后就来 check in 了。哎呦，好丑！来，结果现在我们要吃汤站，然后发生什么事？傻眼！我们还很自以为啊，觉得很时尚。Day five 最后一天，第五天了。然后昨天，因为前天我们不是晚上去烂醉不累嘛，就是那个一间高空酒吧。然后结束之后，我大学同学就带我们去台北夜店，虽然只有去一下下，可是呢，反正我们整个状况都很不好，隔天就是很不舒服，那就没拍什么。隔天我们就到台中，然后我们就住的是鸟人创意旅店，然后就是还有这个洞穴的房型，之前很多部落客都有介绍过，这样，但我们没有订到最像土耳其洞穴饭店的那种洞穴，我们订到是海洋洞穴，所以会有这个，就是有一个像海的东西，就像是在冰里面的感觉。然后今天就是最后一天，我们本来是预定还要去台南，但是因为两个住台北的人，他们就是要回去了，就觉得比较难下。然后就是我跟老李觉得好像也不用再继续坚持了，你知道有点累，五天。然后所以待会我们就是起来，然后去洗个头。昨天拍照拍到很晚，懒得洗头。洗个头完之后，可能吃的东西就会回高雄了。感谢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尾声，辛苦你们了。然后呢，就大概是这样啊。觉得这里就是很好拍啊，看。但是土耳其的那个洞穴饭店是更好拍。好，先这样咯。我买了七罐红茶。然后这边还有。这边还有，等一下要喝的呢。对，然后再看后面这个七罐。他真的很怕喝不到红茶哎、欸，很好喝哎。什么红茶、啊？哎，老赖哎，对，喝不到。公园，现在要去吃早餐，啊不，午餐。